28日晚间，在首尔新沙洞举行了某洗发精品牌的宣传活动。Erina 米亮相就吸引了记者们的眼球，一身休闲靓装，气质十足。Erina 今天看起来心情非常不错，近日发行的新歌也都受到了大众的好评。演员李圣经一登场就显出不一般的气质，大展模特 pose 让记者们拍照，尽显出气质女神的面貌。因韩剧《奶酪陷阱》而获得知名度的李圣经，近来的人气也是蒸蒸日上。李圣经可以说是从模特转行到演员的代表性人物。Gotta get away from you.